我可以把二倍镜给你。 我可以拿二啊，我想拿三，来个比较锁的二倍镜。看是不是我副屏幕在左半边，所以左半边的脸特别容易长痘痘？那这边长两颗，这边长一颗，然后右边都没有，是怎样啊？辐射是不是啊？ 研究证实辐射会长痘痘，不是研究证实，是实验证实。拉绳上去，我们拉他的绳，他绝对想不到。好了，看到了，就这样，OK，真的。再打78。 对，拉完这大剑，他们每个都要扫70滴。96，112，我靠！哎，那个打50喽，希尔。这个天际线的准度跟 Libo S 很像哦，有人称之为 Libo S。哇，感觉是很准的这组。 哦，好像也是哎，没有了。哎，提前过来了。哎，慢点。fuck。shit。啊。我好痛。他在大哥过来。他找你到站吧？预看我是怎样啊？七十，七十了。别组，超美。给组，给组，给组。哎，我觉得这组怪怪的。哎呦。没有，没有。这组是真的准哎，我不知道啊，这组真的很准。 有三个，拉人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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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盾没盾，很小啊，这大哥过来，这大哥过来就。 哦，我操，每个都手把，难怪那么痛。关系啊，他们每个都手把、欸，是的，正常、啊，手把泛滥。 这个人是中文 ID， 那他一定开挂。你说那个天际线吗？嗯，机器人，天际线中文 ID 啊，我不知道，这机器人大概是另外两个队友加起来还比另外两个队友加起来高。怪怪的。天际线的 ID 不是叫零吗？对啊，零啊。他很痛啊，我刚远距离对枪，他刚刚从桥上都打了110，110了。这个机器人绝对是外挂，看他这个勾就知道这个机器人绝对是外挂。 感觉是在带老板。